好，开始了哈。紫红色色的。天龙啊，坐骑马的骑，紧凑下来往上。坐骑，天龙坐骑，万年虫。万年虫。再来是独立飞来飘渺风。未来，缥缈空。缈是女字旁，缈缈。缈缈空。当然，纵横捉合顾千重，纵横捉合，纵横顾千重，顾千重，眼中战火成真怒，眼中。任人炒熟哦，能炒。建藏好规矩，
回去。天山风雨笑千峰，写的不错。天山风雨。他有出都有北郡，河北出宫。康有北诸公，啊，出都有北诸公，好。所以天时地利人和，通通都要搭，不是随时都可以写，因为要会，因为一写就要费很多功夫，花一点时间哈，时间上要有啊，你不可以，不是说一写就可以。就有作品，因为写一张就要一二十分钟，然后写坏掉要重来过。好，再出来。那其实可以拉下来的，没有关系。好，再来，银手章。银手章。其实多写，像我常常讲说，我 YouTube 就是训练我写练习的这个技巧或者是功力。我写了5000多件作品，大概两三次才有一张啊。我写了多少张？对。所以我写的熟练，就是因为我光写 YouTube 每个礼拜、每个月就要花多少时间？那这个压脚章。鸭脚，鸭脚也可以方的。鸭脚大部分都方的，大部分都方的。只有银手章是那种不规则。银手章不是不规则，因为说它瘦长。瘦长的，嘿。瘦长。所以鸭脚章要写鸭的最后一个字，还是？没有，鸭脚章是右下角。右下角。然后，你说不规则，不规则比较少用。
我们大部分也是长方形的，都比较不爱用不规则，因为不好盖。再来就是磕也不好磕，盖墨如果干了，你补就颜色就 就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啊，现在颜色差不多就可以了。一定要稍微审视一下，哪个地方长的地方短，稍微可以。这个写的酣畅淋漓。然后有的忘了点，比如说这个可以多点一点，可是这个太挤就不要点了。太挤不要点。哪个地方可以稍微补一下就补一下。但是大部分都不补了。你看一下哈。天龙坐骑啊，坐骑就是它的那个马匹啊，或者是它的那个工具啊，马交通工具。天龙坐骑，万年虫，独立飞来，这个是来，飘渺风，纵横，坐合，一座合起来哈。物财物千重，物千重哈。眼中战国成征程，征路，逐鹿英雄，逐鹿中原呐，征路。海内人才，属卧龙，谁是卧龙？谁是卧龙？虎剑藏好，就是按着剑，大喊一声，归去也，归去。千山风雨笑清风，这个有个缺点，就是说我墨的浓度没有，那浓淡没有，就只有黑色的，比较没有晕的感觉，有枯笔，但是没有晕开的感觉，还有晕开的感觉，大概是这样哈，用黑色的作品，可以，我们来拍一张，或者是这样。可惜的是这个纸太皱了。你没有看到我在写的时候常常碰到吗？对啊，丢啊，好停止了哈。